还挺凉。李生，为人父母，边个都想子女幸福。以你目前的条件，我觉得阿 Man 是未最好的选择。希望你明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快点祝蛋糕啦！无论你愿不愿意，你都要跟阿 Man 出美国。每一段真正的爱情都不是单方面的，是对方要做出抉择的同时，自己都要做出抉择。究竟是选择坚持，还是选择放弃？所讲的约定，我数三声，边个都唔想回答我，一直向前走。一、二、三。
会知道，为咗嗰个佢，你会付出几多嘢。点啊？呢排同嘉华结咗婚未啊？系，就系准备结婚。真嘅？唔怪之个衰仔呢排咁搏命啦，原来储钱结婚。搏命？搏命做咩啊？你系个女朋友冇扮嘢啦。听阿 Ivan 讲，佢一日打三份工，由朝做到晚，又搬搬抬抬，又卖保险，仲唱埋歌饮埋酒，好辛苦噶嘛。好似话唔知满足你阿爸阿妈咩要求咁样咯。咧，阿 Ivan 仲拍咗佢演出嗰啲视频俾我睇啊。嗱，你睇下。